抄送各级团委、学生会、教学组各班级。学校校庆将于近日举办。为了弘扬我校自强、团结、奋进、活泼之精神，特此举办第一届校园宣传片大赛。参赛影片应由同学自行策划、拍摄、剪辑而成，可自由组队报名，鼓励大家跨社团合作。本届大赛主题为劝学，以贴近生活、艺术性高、主题向上、利益明确、传播度广、宣传性佳为评判标准。三等奖五部，奖学金1000元；二等奖三部，奖学金2000元；一等奖一部，奖学金3000元。哇，3000块，那可是3000块啊！我们要发财了，我们要发财了！咱要是三等奖的话，咱们每人142；咱要是二等奖的话，咱们每人285；咱要是一等奖的话，咱们每人428。哇，这个咱拍不拍？整，必须整。你那不还有台 DV 吗？还好上次没给你砸了。咱们这次要连中3元，冠亚季军给他包了。哭啊哭啊哭啊哭到眼泪都干了，哭到海滩只剩下沙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，一直到天黑也不回家。滚啊滚啊滚啊滚到天空都老了，计划依然没有变化，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，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这是一定要的啊，跳到沙，唱到哑，笑到流泪哭老爸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真的太久不见了，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。宿舍真不错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业？你做呗。你做。他做，让他做。为什么让我做？你成绩好，你做，你做。你做吧。哎，凭什么呀？还是你做。我没兴趣，我不想做。学习比赛今天起正式开赛。这样拍的话，我始终感觉差点什么。不对不对，按照咱们这个思路的话，你们不觉得这个片子太干了吗？而且叙事非常平淡，没有太大的新意。我觉得哈，有了上次作文比赛的前车之鉴，咱们这次应该要从比赛的举办意图出发，主办方的诉求是什么，评委的喜好风格又是什么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一点大家都认可吧？嗯，先把这些调查清楚，咱们再根据评委的审美精准出题。主题该拔高就拔高，该上扬就上扬。虽然说要源于生活，但是咱们还是要高于生活。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
很有名的写作风格呢？很有水平的问题。虽然评委的身份没有公布，但是咱们可以推测呀。首先，校长他得去当评委，校董他也得去当评委，年级组长他们也得去吧。这三种人的平均年龄加起来是多少？50岁往上了呀。这样，用户画像不就明晰了吗？再综合分析我在各个平台收集到50岁以上的人最喜欢看的视频，我们的拍摄内容不就明确了吗？是这样。校庆就要到了，我向校长许个愿。校长说我可以让你许个愿。我说那就让咱们学校的自习室、图书馆能够天天开放。校长说不行，只能4天。我说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。校长说不行，3天。我说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校长说不行，2天。我说白天、黑天。校长说不行，只能1天。我说行。校长茫然地看着我说哪一天？我说每一天。校长哭了，他看着我说那就让咱们学校的自习室、图书馆每天都24小时开放。祝愿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学习顺顺利利，听课醍醐灌顶，考试如有神助，从此爱上学习。动动你们的手指转发出去吧。怎么样，精准投放，传播度广，拿个1等奖哎，不成问题。你说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有一点这个你可能没考虑到。哪一点？你看啊，如果说这次的最终评判不是由评委来定，而是由观众来定的，那你不瞄歪了吗？啊？就是咱们的片子不能光瞄着评委的口味来，还得是年轻人。如果说在年轻人之间反响好了，那就算咱们这部片子不符合评委的喜好，评委照样得给咱们颁奖。那具体怎么？你们看哈，这是我收集的20岁以下人群在各个平台播放量最高的视频，我发现了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文案写得特别好，读起来朗朗上口。所以我觉得咱们的片子应该这样拍。哟哟，这毕成功嘛，单词都背不下来，几天没见这么拉了。今天你笑我人穷志又短，明天我笑你单词听写不过关，现在你笑我背词流冷汗，以后我笑你成绩真的烂。此时你笑我还在背单词，结果上课又听不懂生词，同学用功你在说风凉话，考试一看得分，你全都得过。平日不用功，考试全放空，复习不忘预习，才能融会贯通。Remember my name， 左臂成功。正道的光。
坚强。怎么样？现在的观众可爱看这些了。那个，我说两句啊。《成功》这个片子创意是不错，但是对于热点的追逐，可能太流于表面了。我们只看到了对热点视频的盲目模仿，但是这些视频的内核并没有摸透。啥意思？这种类型的视频传播度很大，但是在艺术性上就稍逊一筹。其实你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的剧本，就能发现他们大部分的剧情都是影视剧的简化版本。既然我们是奔着一等奖去的，那么要拍就拍大的，拍一部真正的艺术品出来。那什么是艺术性呢？艺术就是反转，一次两次那都是小儿科，真正的艺术品至少要反转三次以上，反转越多观众越乐呵，关系越乱甲方越爱看，转折越陡收视越往上走。180集钱包最嗨皮。所以啊，咱们的片子还得这样拍。放肆！这是高一的一月二十四，不等式方程。岂容你一个勤工俭学的臭小子在一旁过大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何事如此聒噪？功名补课老师，让老师见笑了。我们三人被一道一月二十四不等式方程所难住，这小子就不自量力，随口说了个答案。答案倒是没错。小子，你是怎么解出来这道题选 C 的？反了！目无尊长，你还敢做题？山鸡敢配凤凰？还不速速向补课老师道歉！得罪了老师，我让你在学校没有立足之地。仗势欺人，有眼无珠。我们苦学三年，还想让同学之间互帮互助。哼，这皮鞋我不擦也罢。这解法是数轴穿根，空有此法，一元二次不等式弹指可灭。你根本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，你是学霸。等等，左贼，你是如何掌握此种算法的？上课认真听讲，下课保持预习复习，勤学苦练三载，自行领悟。啊啊啊啊啊！自行领悟，错不了。能够自行领悟数轴穿根这种解法的人，一定有封家的血脉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俩。是亲兄弟。
欧米，没想到你我二人在学界上你追我赶多年，却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啊！天意啊，天意！少爷，这是您的体检报告，你也去看看。什么？白血病？我却得了白血病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靠不住了，思密达尔，阿迪亚古宝尼亚，胖姑娘，思密达尔，安吉拉尔，救救我！这想法不行吗？要不咱们还是用第一招？行。哎呀，这毕人工嘛，结果上课又听不懂单词。校长茫然地看着我说：“哪一天？”我说：“每一天。”校长哭了。我好厉害。像咱们学校的自习室、图书馆，每天都24小时开放。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，祝你们学习顺顺利利，考试题。老板，那别录，我没有表演。选 C。放肆！这是高一的一元二次不等式方程，岂容你一个前空姐去拖拉？仗势欺人，有眼无珠！我枉学3年，还想着同学之间互帮互助。哼，这脾气！仗势欺人，有眼无珠！仗势欺人，有眼无珠！我枉学3年，还想着同学之间互帮互助。哼，这皮鞋我不擦。放肆！这是高一的一元二次不等式方程，岂容你一个勤工俭学臭小子在一旁聒噪？这儿没你说话的份。同学们。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别说出来了，快点，他不玩了，他在那边。